有玩这种电动玩具哦，真的会玩到玩物丧志啊的。不过的确有很多人对于这种 Game Boy 电动玩具非常的入迷到，形容不下去了。不过哦，这些人您知道吗？经过我们的观察，他们可以分成三种，我们现在就看看他们分别是哪三种。哦，你在干嘛啦？玩电动啦。啊，这个，哎呦，这个是我最拿手的，我教你哦。你这个不能这样玩，你这样玩就死掉了。啊、你看，死掉了吧？死掉了。你等一定要先到中间去，然后把它转到上面。哦，这个时候再打。这样，这样子马上就可以得分。这样，就这样。哎、欸，对，找到中间。这样可以哦。对，就这样。然后发射。你看是不是这样？这个马力跟笨蛋一样、啊。对呀、啊。然后上去。对，上去，这样好，这样好，往前走，一直走，继续走，一直走，没有，这没有危险，没有危险，完全没有危险，行啊，完全没有危险，跳，什么时候开演？我看一下，我只是看一下，我问你什么时候开演？什么时候开演啦？不是开什么演 ？Push Star， 什么时候开演？我今天要撞，什么时候开演？现在你们大家所看到这三个人玩电动玩具啊，分别代表不同的型。宋朗熙这种叫做闷骚抢夺型，黄子佼那种叫做入迷型。至于刘尔基嘛，他就叫做指导型。我们可以玩电动玩具，不过呢，记住千万不要太过入迷。